Toma.好嘞。有吗？有。确定。确定。哎，你刚擦我的镜片上有没有黄黄的东西？看不出来啊。卫纸上什么都没有。我眼睛有看到红。太阳实在是太好了，雪不会融，然后又暖暖的，今天好冷哦。所以我认为万一要买雪衣的话，应该买黑色的。为什么？不过太阳出来的话可能会热死，保暖啊，黑色保暖。左边，被风吹掉下来的。那头好大哦。对呀，他们一直要掉下来，都要掉下来。呼哈。登峰狮吼功，来呀，正下吼。嗯。哎呦，吓死我！刚两只脚卡在一起，嗯，不知道怎么卡的，吓死我了，下车我就死定了，一脚卡在一起。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来，给我破开，检查。很好，还好。让我摸一下。好，没了。好雾哦，这次 family 会不会都雾的 ？Family， 应该还好吧。我们这样什么都看不到。请抬起安全帽。又变粉了、啊。就很厚，很厚啊！Thank you.
很松。还是我们先滑一次这一边的油沙到底，等一下再切过去。这是南瓜。对啊，先滑一次这个。等一下，有点，好，那就直走啊！我跟你后面。啊？51。走了吗？走的。人生都是雪。哎呀！
散掉里面的气。我的脖子上有血。带过，一直都放在这个位置。这个。不过我现在也是平，就算带也是平的线。你要先脱下来，然后只带里面这一层。我脱啦，我现在只带一层。我都脱外面那个，带里面这个。但我就只带这个，我还是冰啊！我现在还是冰。很累啊。被它吸走热气了。我这样可以。可以啊。我是说你应该戴这一副，比较小。嗯，这个时候要这样，把它绑进去。完蛋了，完蛋！我在自己吐热气。对啊，我觉得缆车上都要先把眼镜拿掉，然后要快下车的时候才戴，大概都要这样，不然都会起雾哎。它都会积在后面的部分，因为它逆风。那我这里明明就有啦。有什么？有帽子啊，但是我的额头还是好冷。你的帽子已经跑到安全帽里了吗？对。对，先很高、哦。非常高，插后面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理了，但是你这样子弄啊，就会很容易那个。等一下就会眼镜很容易起雾。我会弄把它弄开。你现在还是在帽子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接下来轻飘飘。我现在已经比第一趟好多了，第一趟还是吹风的，这个是不吹风的。嗯，外面一直飘飘，这里也都是飘啊飘。嗯，好，它好一点，刚刚它都捂掉了。哦，完全没用。一个坏了吧，另外一个还好。嗯。哎、欸，我们那时候买不便宜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是两三百。一个一百，一个不知道多少。我记得是两三百的呢，不是买最便宜的呢。还是一个。这次啊，有些太看不清楚，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该也要准备那种啊？你说。看得见路的。阴天与夜话。夜华够可怕的，我根本看不到路。只有一条缆车还是两条而已。那他以前还可以出旅行团？可以啊，那么小、啊、一条缆车还是什么线，就从就一条线下，或者再加一个连接道。而且我记得以前它的价钱是五六万，因为它是北海道。没那么贵，它算北海道里便宜的了。因为它的缺点就是它只能坐接驳车去，还有就是
他就只能吃那里。上面看雪又更大了，看不到路，还没找，还很早。哪一个？啊，这是内侧。我在看那个小水滴，内侧两个，要吐它一下。这个是路线吗？是啊。看起来好可怕、啊。黑的啦，往右边。好可怕、啊。我刚看有两个人在那边推推走，就是这段黑的后面接一条绿的，然后绿的动不了。是景已经看习惯了，但其实这里的滑下来就是边边的树就是比人家漂亮。这是高尔山吗？对啊，都是这种树啊。这是圣诞树吗？对啊。高尔山雪场几年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好奇。不过你看他那个王子的那个房间，老派的那个一整个系统，有 radio 什么什么什么，电视，亮到我很想。睡觉有这么亮？坐了半天，觉得我们咻就滑完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记得隐隐约约记得是上来十分钟，下去五分钟，十五分钟一轮回。这里好像也破了啊！你怎么破那么大？一直抓雪板的关系吗？看来是哎、欸，这样。
亮亮的。今天去东莞吗？这一次去东莞了。去玩东铁。啊？去玩东铁院。你说什么？东铁院。嘿啊。亮亮的。太阳出来了。我觉得可能这中间不是被云挡住的，是被雪挡住的，有没有可能？下的吗？啊？也不是云下的。好走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最多了，呜呼，没有了，呜呼。看这样啊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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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出不来。好，走。
好粉，好粉，好粉。该冲了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回去了就今天不会再骑了。谢谢大家。你要拉我呀？也没有啊。你在等我吗？是啊。真的有拉吗？我真的有拉到吗？这样。可以了。
上有东西吗？没有。死我了。好啦，今天就滑到这个缆车最后一班，大概3:15。这里不是3:30吗？这里是3:30啊。对啊。我说，大概在那个时间附近就回去啦，就是最后一次缆车了。
那用那个诀窍去滑松雪。我在想哪个对你比较好，先滑奥林匹克好了。看那个方向，要是看到有挡车在走，也就是快到了。
好，奥林匹克。驚死人喔，你哪一邊？這邊啊，我只是停在這而已啊。粉粉，这里就很粉了呢。是没人，是没人滑这是吗？奇怪了。啊？不会啦，不会。好吼。Are you okay?很厚很厚，哎，
啊，这里就跟那里差不多了。哎，下面有人。我们刚不是搞了很久吗？嗯，好像更大坨。你说什么？眼前就有一大坨长在那边。有办法决定要从哪里走？你不要管那些雪。你就是管直接转下个弯，然后尽量平滑这样。然后会跳跳跳，反正最后就停下来了。所以一次练一只脚这样。很软啊，很软。对啊。会累吗？刚这里好。对啊，这就是一次我转一个弯，然后习惯冲破它的感觉。然后越来越习惯的话，就会就习惯那个速度了，就渐渐的就可以连续了。很快。啊？慢，很慢。我说我滑得很平，所以很慢。没差。我们现在先练平停平停，接下来就可以练。平转个弯，平转个弯，最后就会变成弯了，对吧？大概是这样。越来越平了。很多很多雪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感觉，就是这个感觉。不要太后倾就好了。我没有后倾吗？我已经。你刚刚有，我刚刚对着你看。没关系啊，就跳跳跳没关系啊，你再好好看啊。你刚好进来可以踩右脚，了不起。Thank you.
快不起来啊。你想快的话，就直接转下个弯啊。大概你只能再玩个两下，我们就要冲了。乘风破浪，啊？乘风破浪，你知道？对啊，我们今天就一直滑这个就好了。好啊，很好啊。然后练久了就会了吧？我要剪一段乘风破浪呀。是吗？这样，然后接着你就习惯用一只脚的话，你就可以自由的转弯了。跳跳跳，对啊，我后来跟回来了，不然我差点就要往前扑了。对啊，就你说我们来那个大巴，可以啊，这里大巴就一路下去啊。脚很酸欸。那你就突然左脚踩动跟右脚踩动。现在上一下再去好了。先上，我也要。很刚好啊。好耶。你也想上？对啊。刚离开前本来想说要不要上，但是那时候。就一点点。对，而且我现在刚好。
还是进去